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应该叫我们闯二代，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粉丝量突破了10,000大关。帮着社会摆脱贫穷。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这次把地税交完，我们的手续就齐全了，接下来可以好好的放松几天，尽情的玩一玩。要玩的话，咱们也不能继续再住在 Cantos 酒店了，那地方太吓人了。哎，伯琳娜，你为什么非得安排我们住那儿啊？那酒店的指南上都说了，这是意大利十大灵异酒店。我让你们住那儿，本身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一下酒店的灵异气氛。这种酒店啊，平时不预约你还租不到呢。你别看这么大一幢酒店，他所有房间都是故意空着的，只接待10个客人。住这个酒店本身，它就是一种旅游项目。那也太吓人了吧，不能换个地方住。那只能说呀，你这个人没有情趣。Questo è il suo documento delle tasse. Tenila sicuro, per favore. 这是完税凭证，请妥善保管。好，谢谢。行了，所有手续都已经完备，下午我就带你们去建筑规划所，资金一到位就可以动工了。行，太谢谢您了。应该的。都两点了，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伯琳娜，你什么时候到啊？哦哦哦，好好，啊啊，我知道了，好嘞。伯琳娜呀，下午有个急事儿，忽然要处理一下，让我们直接找规划所的艾伯特先生去上台设计方案。行吧。Yesterday we talk about the building student building for Bibol. Did you check it? That's right. We do want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artment.Which has area smaller than 120 square meters. I think it's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No, no. What?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e discussed about CAM to build another place for us. If you want to check this place, we will not agree about it. So you discuss. How come? Such a nice place. With a nice view. How could nobody like it? We discussed about CAM to build another place for us.Okay, it's very big place. We can count many people inside,
and he already agreed with us about this. So you check,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 We have another plan. Is that true? You wait. You can check this contract.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喂，波丽娜，你赶紧过来一趟。我们在酒店的咖啡吧等你。对对对，有急事，你现在就过来吧。怎么会是这样？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你先别急，等一下，刘律师在打电话。刘律师，情况怎么样了？坐坐。通过我的朋友已经打听清楚。CM 矿业集团准备开采高级硅砂的计划了，刚刚递交到政府手里，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复。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政府不批复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但政府的批复什么时候能下来，这是个未知数啊。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可不能贸然动工啊，否则一旦这钱砸进去，那就等于打水漂一样。如果不动工的话，不就买了一块闲置地吗？啊，那样损失是不是更大？那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待。反正我是不想冒这个险，还是等政府有了态度以后，我们再做决定吧。哎，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块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啊，你怎么着得想想招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我认为啊，只能听天由命了。反正。我是不想待在这儿。吴晓都回来了，这叶子凡还不回来，这不会跟可人在外面度蜜月了吧？他们爱干嘛干嘛，跟我毫无关系。那可不行，我们姐妹那钱当时借给叶子凡，你可是担保人。这真要像吴晓说的那样，你可脱不了干系。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才还在说你呢，怎么样？那块地有什么消息？能怎么样？这要是没问题的话，他不应该在那监工吗？还能动着脸回来啊？你先别下结论，听子凡说。坐吧，坐吧，先坐。事态呢，确实比较严重。CM 矿业集团在那块开采高级硅砂不假，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政府的批文还没有下达呢。那什么时候下？这跟目前我还不是特别清楚。咱们事儿归事儿，朋友归朋友，这钱要是就这么放在那块地上，我是不干。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情面？人叶子凡又没说不还你钱，这现在不是还钱的问题，反正我这钱是要用来生小钱的。你要是想讲情面，你跟他讲去，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权利。哎，你别急，他这已经说的计划，我去劝劝他。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很正常。天体中偶尔划过一个扫帚星，很正常。你真是话里有话，你有话可以直说。你这次做的留学地产，不管成与败，我都希望跟一品会没有任何瓜葛，因为。我准备把一品会关了。我完成潘小勇最后的装修设计，我就离开这儿，做回我的老本行。你会跟他们一样落井下石吗？我落井下石？随你怎么想。坐。来，再来。
怎么了？心不在焉了？歇会儿吧。哥，你底儿真背，多倒霉的事儿都能接二连三发生在你的身上呢。好，现在买了假画，假画又变了成真画。好不容易看上一块地了，嘿，人家又要开矿，我跟你说，要不然你就跟我干，你看我这产业园啊，逢凶化吉啊，春风化雨，柳暗花明又一村。 刚刚碰到点坎儿，马上就迎来了一片光明。知道吗？我现在就像枪口下的猎物，我只能坐以待毙。哎，电话。光明又来了。哎，喂，林妹妹。 待会儿你有空吗？有空啊，有空啊，你开口我没空也得有空啊。行行行行，那就这样，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吧？哥，我吃饭去了啊，好好练。我刚刚在群医馆见了他了，过了两周，根本不是我对手。他的心思啊，根本就没在那儿。这点事儿你有什么好为他开脱的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这次购地妞妞说的，这身边于可人的掺和，他能有心思做生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没搞清楚状况就把地给卖下，你这确实不太像他风格。等你的园区正式开业了，我就回我雕塑室去了。别，我园区开业了，你继续和我合作呀，咱俩这么投缘。 就这么说定了啊，走走，溜达溜达。我愿意捧起那盏灯。肖勇，我不想伤害你，我们可能还不是那种关系，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你俘虏了，所以我接受不了你和子凡走这么近。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等你了解我了，你也就没那么喜欢我了。我表面看着挺柔弱的，其实我个性挺强的，连我爸都说了，估计男人们都会很难跟我相处的。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我不想做无能的人。 送你上去吧，不用了，明天见。明天见啊！从你车上下来那人是谁啊？是不是叶家那小子？不是他。我让你早点回家，结果你现在才回来，你看看都几点了？现在也不晚啊。 是不是你帮着叶家那小子做的担保？我没想到后果会是这样。后果如何并不重要。我说的是，你根本就不该为他做任何事情。我曾经提醒过你。
离他远点儿。你可倒好，还帮着他做担保。你的那些小姐妹都闹到我办公室了，当着我的面摔门，这不是当着众人撕我的脸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想嫁给他吗？要真是这样，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我还没说完呢。您别说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下你高兴了吧？吴总，这件事情啊，你千万不要灰心。我刚才给波丽娜打过电话，让她给当地的环保部门进行投诉。如果啊，当地的环保部门对 CEM 集团在那儿开采的矿业持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还是有转机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呀，我是不想再陪太子读书了。你们还是另外找合作者吧。吴总，我们之间可是有合同的，你可别逼我走司法程序。你要是用这种威胁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根本就不怕你。你仔细来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吧。哎，吴总，这什么情况啊？欧阳佳慧还说他是个靠谱的人，这没想到是个人渣啊。让我看什么合同？哎，等等我！哎呀，凡，你走那么快干嘛？你回去吧。你不希望我再陪陪你？不用，你赶紧回去吧。哎呀，这就是凡。你又错了。这份合同啊，我已经按照你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部分我都用红色给你标出来了。你仔细的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简直就是个流氓。笑什么笑啊！别扎心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喝两杯啊！不喝，借酒消愁愁更愁。你就别想这么多了。其实啊，我挺同情你的，但这事儿呢，你把我林妹妹给害苦了。她就想夹在这个蜂箱中的一个老鼠，两头受气。我听说她爸把她给臭骂了一顿。我算是看明白了啊！我告诉你啊，真正能救人于水火啊，能够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是越来越少，你知道吗？你看我一遇到不顺的事情，他就和别人一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哎，人家对你本来就没想法，这都是你的幻想，印证了吧？哥。我给他买了一镯子，产业园不是军工了吗？拿这个当礼物谢谢他，怎么样？哼，你这是想靠住他？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啊，在古时候，这手镯是什么呀？就是镣铐，懂吗？过去的男人啊，就是送镯子就想靠住他身边的女人，就相当于给他一个枷锁。你这是想把他锁在你身边？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么有寓意，我就是想把他坐到我身边，送我这个就对了。你们俩聊什么呢？魏红，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们俩小子，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这小勇刚有点起色，你这边又出事儿了。你们整天喊着创业，创业，那创业是靠喊出来的。魏红，就我也不想跟你争，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你和我爸当时呢？在创业的时候就没遇到什么挫折和灾难吗？当然遇见过呀，那不过和现在不一样吧。那不就得了呗？那当初你们都受到挫了，
那我们现在作为年轻人，我们创业就不能受点挫折啊？啊？当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退路，和现在能一样吗？现在是你们的父母已经给你们打下了江山，就希望你们守住这个江山就行了，不要到外面去乱闯。你们得理解你们父母对你们的苦心，他们不想让你们受他们以前那样的苦。外公，我爸的事业那是他的，不是我的。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要创造自己的辉煌。周易不是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吗？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君子都可以啊，跟天一样，对不对？那自强不息，永不停息啊，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再说了，我们也不想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行了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这些大道理了。我就问问你吧，如果这个局面扭转不过来，你钱从哪儿来？我爸都能解决困难，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叶老，我听说你们和鸿辉集团同时看中了同一块地啊。物竞天择，势必至。不忧则略兮，不心则亡。梁启超先生说的。叶董事长啊，真是教育有方。家里有万贯家财不用，让儿子在外面拆资，这种精打细算的作风，跟你当年非常相似。林董事长，你怎么说的跟天书一样？我一句都没听明白。你儿子用留学地产的名义，在外边向人借钱，让我的女儿做担保，这事儿你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他能做这事儿，我信。现在年轻人桀骜不驯，这跟我疏于教育有关。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个黑锅我不会让你女儿背的。你放心好了。嗯，这就好。叶董事长，真是越来越识大体了。拜托。你来了。啊。一点心意。有了，一模一样。有了就怎么了？带两个呀。戴两个那是手铐，什么手铐？你戴两个多霸气啊，对不对？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我总得有点表示嘛。不是，我说你这人，人家都有了，你干嘛还非要塞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快拿回去，别浪费钱。拿哪儿去啊？哪儿买的，哪儿退回去。退了多费劲，直接扔了呗。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生气啊？专门从美国托人给你带回来的，挺好，直接把我给拒绝了，都不好当回事儿是吧？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吗？我只是不想让你花钱。对啊，有了一个了，就剩一个了，带着吧。好，妈，我知道了，我一定的。夏，今天晚上是我妈的告别演出，我想请你一起去看个戏，能否赏个脸？你吱一声总可以吧？也有人陪你去。我这儿还有事儿呢。
手铐都戴上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不陪我去的原因了。爸，你来了。 介绍一下啊，林之夏，我是李诗凡，我们认识。李叔叔好。早上还和你父亲见了个面呢，他来向我兴师问罪了。子凡的事儿让你受牵连，不好意思啊。是。让子凡到休息室来一下。 黄云梅女士的告别演出，黄云梅女士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坐吧，我不坐了。爸，你今天不管怎么骂我，我都不会还嘴的。我在你的眼里是不是一直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 说的开始了，他们怎么还没来？你衣服在给他念紧箍咒呢。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不算什么。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经历的事儿。 比你还要多，人在成功的路上，面临许多选择，但是每一次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一阵阵剧痛，这种剧痛，就叫成长。如果你现在处于人生最低谷，那无论你怎么走，你的步伐始终是往上攀的，不用灰心。 爸，您放心好了，我扛得住。我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我的一个经历。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了。人既是一个单一的独立体，也是相互关联、血肉相连的群体，那么一路走来，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湖因为支流而不干枯。 何况我们人呢？我跟你说这些的意思啊，就想告诉你，你的身后有一座大山。爸，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要您的帮助。你可以不要我的钱，但我还要这张脸，我不想人前人后被人数落。你毕竟是我儿子。 无论你干什么事情，和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正因为要自己的脸，所以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呢。那行，你欠下一屁股债，你尽快吧，把它还上，否则咱们俩正式脱离父子关系。 说翻脸就翻脸。
董事长，高超海在后面。不过您刚刚真不应该离开，如果阿姨看见，她会不高兴的。 恭喜您，您演的真的是太棒了。可惜，以后是不是再也看不到您演出了？挂靴的人不可能重回球场，唱了一辈子的戏，也该歇歇了。以后啊，也只是一些美好的回忆了。谢谢大家。 儿子，提前走了，这次他让我转交你的花。哦，好，谢谢啊。祝母亲告别演出，圆满成功。是子凡吗？告诉你个好消息，佛罗伦萨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已经决定撤销 CEM 集团对高级硅砂项目的开采，原因是因为矿区离市区太近了。确切吗？绝对确切，也就是说啊，咱们这块地重新有了生机。好，谢谢。 有救了！哎呀，那硅砂矿产不开发了。哎呦，白工，您可真聪明。你别高兴得太早，资金从哪儿来啊？吴总把他投资都撤了，你得赶紧把他追回来吧。哎，白工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像这号人要跪在我面前，我都不跟他合作。那钱呢？ 钱都哪儿来？白宫没事，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的。嗯，来，耶！跑跑跑！跳马，跳马也不错，。小爷子，这观棋不语真君子，下足会真汉子。我自己正愁着呢，我那个留学的儿子呀。 咱们现在那个外汇进出有限，而他那边啊
还着急用钱。着急什么呀？我女儿在那工作，她每年定期要给我汇款，我叫她把钱直接给你的儿子。你呢，在这里折合成人民币给了我，这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可以，是错吧？这个好，还是懒觉呢？太阳都照屁股了，起来，起来，起来。我告诉你啊，资金有办法了。外公，你是不是找我爸去了？你想哪儿去了？刚才我在寂静花园受了点启发，我突然想到啊，咱们温州山上一共分三波，一波是在本地经商，第二波是在全国范围内经商，第三波是旅居海外经商。现在咱们既然是募集资金遇到了困难，那为什么不在欧洲的温州商人身上想想办法？哎，是啊，外公，这我怎么没想到呢？外公，他们凭什么帮咱们呀？哼，姜还是老的辣吧。你说咱们温州商人为什么这么出名啊？一是讲团结，嗯，讲抱团取暖，讲互相帮助，没错。我给你小姨打个电话。哎，云兰，啊，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爸，你什么情况？小勇不回来，你也不至于一直待在那儿不回来了吧？哎呀，你现在先别纠结这个事儿啊。哎，你能不能帮助我联系一下意大利的温州商会？又是钱的事儿。哎，你别误会啊，这可是你外甥的用钱的事儿啊。子凡的忙我肯定是会帮的，但是至于帮不帮上，那是另外一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吧。耶！谁要点咖啡？啊，我要的。谢谢你，飞俊。走了。把这咖啡给小勇拿去。好，这个给你。哎呦，还有我的呢。叶总，嗯，您喝。我不喝。喂。喂，子凡，我是小姨。啊。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意大利的温州商会，其中有不少人都挺感兴趣的。你是不是再过来一趟，和他们面谈一下呀？好的，小姨，谢谢你，小姨。温州商会的孔会长和投资促进联络处的温主任正在等你呢。我觉得温主任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他想把这个项目一并端过去。如果他们出价合适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事儿就一了百了。因为我觉得房地产就是一个没有创新性的低复制产业，我应该及早的从里面摆脱出来。你不觉得可惜吗？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这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已经是绝对的赢家了。翁主任，你是没看到我所冒的风险。如果旁边的矿业开采的话，这块地就变成了一块废地。叶先生，有关建造房产的操作流程你熟悉吗？应该怎样拿批文，怎么疏通关系，你清楚吗？你完全不摸门，所以有关政府部门的各项问题需要我们帮你解决。翁主任也是看在你姨的面子上，愿意帮你这个忙。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我们的钱可以给，但是要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按照比例分成，这恐怕你得不到什么好处。你都来了，爸，这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啊。前段时间呢，也算是我们没白忙活。这个留学地产的项目，我在外面挣了点钱。我是按照大家当时的比例分成，我把钱已经打到你们账户了，你们现在可以查一下。哎，这个是转让合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哎呀妈呀，这买的太好了！各位亲人，子凡，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多带着我啊。哟，都在。妈，对不起啊，我路上堵车来晚了。你也收到钱了？那当然了，我们子凡哥可是很讲信誉的。只是凡，我怎么才赚那么点钱？哼，你又没出钱，你就烧高香吧。在座的可都是投资人，分成比例当然要比你高了。哎，这项目出事的时候吧，你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的，管子凡哥要回投资。这现在挣钱了，都说自己是投资方了。尤其是你，做人半点原则都没有，就只会落井下石。我看啊，这钱根本不应该分给你。你这张臭嘴，说话算数吗你？你说什么呢？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在朋友圈发跟子凡一起睡觉的照片，就想靠这个好捞好处是吧？发什么照片？这里面发什么呀？你看，被人卖了还被蒙在鼓里呢吧，把你屏蔽了。他发的朋友圈我们可都能看见，你看，自己给自己加戏呢。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想拍个自拍嘛，发下朋友圈而已。那你为什么屏蔽我？我有吗？我可能不小心摁错了吧。真够无聊。凡，你听我解释，凡。把这个让他上下换一下。芷夏，你有时间吗？忙着呢。我就跟你说几句话。我跟你说我忙着呢。这边啊。伸手间，亲人的温度，那余生俱来的幸福。